怎么了？我不对了。啊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成员。又见面了，以前跟各位有些误会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对了，大家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吧？我来介绍一下，我叫邵一良。大家没有猜错，我就是咱们队长的弟弟。我哥。 他有些害羞，但是我很好相处的。好了，开始今天的训练了。我们现在是，我们在这儿队友呢。你看我哥这人，就是这么害羞。 下周一的联谊赛，我们最大的对手是辉耀体校射击队，这次还会有省队教练现场观战，重要性不用我强调了吧？我读一下参赛人员名单：邵逸优、吴墨、赵思强、张欣、陈凯，还有邵逸良。赵亮，凭什么不是我？这次的名额只有六个，他才来两天，他都能去？何怎么就不能了呢？ 队长，这件事情您得给我做主啊！他邵逸良什么都不会，凭什么选他？对啊，这是丢了我们训练中心的脸啊！是教练的意思，有什么问题我跟他说。行了，训练去吧。队长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不是在骗他你弟弟吧？雪，我不会骗他任何人的。哟，都在。 哥，教练让我选个柜子，我想在你旁边。呀，这柜子这么精致啊！徐雨，是个女孩吗？哦，你就是徐雨。队长，我想跟她比一场，你敢吗？输了别哭啊！谁输谁退出。 我说老邵，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你怎么非要我把邵逸良带去比赛？我小儿子很有天赋的，你放心好了。你以前可不这么武断啊！怎么，不相信我了？你呀，还是老样子。教练。 你这弟弟真不行啊，两枪都脱靶了，太野人。还比吗？我还有一项为什么不比？我必须比，怕你不成。
这蒙的吧？蒙的吧，我蒙的还挺准啊。不过，总比分还是我赢了。谁让你们私自比赛的？名单是我决定，不是你们决定。私自比赛，所有人出去，操场三圈。